第一次来书店的朋友，好，那我一定要介绍一下书店。但是可以先告诉我是告诉我不动的，看 FB 还是什么之类的。哦，好，进入书店里面。好，那个我们这里是东南亚主题书店，今天值班的场合很久，然后我们有的同事应该要来的，不过他因为发烧下不了床，所以今天就只有我啦。对，所以会有一点忙，所以大家有什么需求，然后忙不过来的时候，请那个包含一下，等我一下，没问题。好，那我们这边是东南亚主题书店，所以各位，尤其是刚在楼下有注意的话，我们的书，你会发现我们的书都跟东南亚有关，除了所谓的外文书。东南亚的外文书以外，我们的中文书也都跟东南亚有关，甚至我们墙上的壁画也都是东南亚的壁画。如果各位刚刚有稍微注意一下，如果没有也没关系，下次来再看就行。那要介绍的部分是我们的书比较特别，我们这边的东南亚文书，几乎全部都是人家捐赠的。我书店的负责人高正先生在2015年年初，在网络上发起一个运动，叫带一本自己看不懂的书回台湾。台湾目前有超过63万的东南亚移工，然后还有超过10万的东南亚婚姻移民的人称外籍新娘、外籍配偶。那这些人在台湾没有自己母语的阅读物，没有刊物可以阅读，所以老板张正他就想说，那每年台湾有那么多人去东南亚去玩、去工作、去当志工、去干嘛干嘛干嘛，那一个人带个一两本过来，那在台湾的东南亚朋友就有书可以看啦。所以基本上我是这样的构想，再把那个书收集过来。好，那书收集过来要怎么让它，散布出去，让想看书的人可以拿到书这样子。那我们大概有两个方法，目前大概有两个，一个是每从去年年初开始，每个礼拜天下午在台北车站的行动图书馆。那行动图书馆的话，就是我的同事会拖一大皮箱的书去台北车站大厅，然后挑个位置，目前位置在阿莫蛋糕前面坐下来，然后那个书怎么做？邀那边，因为那边往来大部分是印尼的移工，然后邀他们坐下来，然后一起聊天，一起看书。不过通常最后都是那个大家一起在吃东西啊。如果大家想要变胖的话，可以去跟印尼移工聊聊天。但是像这样子的模式，目前已经被复制到台中、台南、高雄，所以我们还蛮多地方有在办像这样子的东西。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有所谓的东南亚阅读大联盟，有点像是假设你今天你家在苏澳开了一间牛肉面店，那你会发现说，那个每次渔船进港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渔工，可能是菲律宾籍的渔工或者泰国籍的，然后他们会在那个他们进进出出，那你就可以在店里面设一个柜子，然后跟我们讲一下，我们会挑书寄过去。可能10本、20本、20本、40本之类的，像这样子，那些员工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在那边看到他自己母语的书这样子。那目前像这样子的阅读的点，大概已经寄了大概应该有快2000本书出去这样子，就是我们让大家可以看到书的方法。好，那今天啊，还是要讲一下。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好奇，那就我们书店要怎么活下来啊？好，有人好奇哦，好，有人会好奇。对，好，那个我们书店活下来的方法，主要就是办活动，办很多很多活动，办非常多的活动。这边应该有人都有，就是在那个脸书上面订，就是在我们脸书粉丝页上面按赞，然后就会被我们的那个活动洗版。对，本人也是被洗版的受害者之一。
所以千万不要问店员这个礼拜还有什么哪天有什么哪一场活动，我们完全记不起来，对，我们自己都做不到，所以不要问我。好，除了办活动以外，我们还有开东南亚语言课程，像今天晚上是越南文，那我们另外还有泰文、柬埔寨文、缅甸文、菲律宾文、印尼文，大概都有，只是常常人数太少，我看不起来。有点惨淡经营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办活动。好，那哦，废话太多。好，那个两位不紧张哦，不会紧张，然后没有问题。等一下直播中哦，直播哦。直播就紧张了。其实是直播中啊，从我刚刚开始跟各位说晚安的时候就在直播了。好，心跳加速。那各位准备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把麦克风交给两位讲者，这样子，请大家给点掌声。嗨，大家好。哎，等一下，先退出去。我是今天的那个讲者，然后我们有做了这个专题，叫做他们的隐形牢房，他们无国籍小孩在马来西亚的存在。然后我们是今天的那个主讲人，我是慧怡，然后他是彭林。那这一次的主题呢，主要是我们两个共同采访，然后我负责撰稿的部分，然后他是负责摄影的部分。然后 YouTube 的音乐是不是还没关？然后这个专题是当初我们今年寒假回马来西亚的时候完成的。那今天算是一个小小的分享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做无国籍小孩的时候所知道的一些事情，然后是大家可以交流。那如果当中等一下我们讲的时候有哪一些情况可能不清楚，或者是哪一些专有名词不清楚，那欢迎大家随时打断我们，就是可以直接举手，那就是直接中断，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再解释一次，或者是再理清一次这样。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那先说为什么会想要做无国籍小孩的专题。这是在去年七月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专题，一篇报道，叫做《红登记老人》。那登记在马来西亚的意思呢，是身份证的意思，叫做身份证。那红登记的意思就是持有红登记，但是他们的身份是永久居留的，就是有永久居留身份的老人。那如果你是一般的大马公民，你的登记，你的身份证应该是蓝色的才对。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那你们可以看到红色的身份证呢，就是你不是大马公民，但是你可能具有永久居留的权利。那蓝色的才是一般我们大马公民所持有的身份证。那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红登记老人呢，其实他的大概背景是，当时候从中国到东南亚打拼的一些中国人，他们来到马来西亚，然后可能在马来西亚独立前夕前后，他们可能因为一些原因没有申请到大马公民的身份。那马来西亚独立之后，他们一直以来都不是大马公民，所以他们一直在争取想要成为大马公民。但有些人可能争取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到死都还没有办法成为大马公民。那因为这样子的机缘巧合，我在网络上找了很多资料，然后到最后发现马来西亚拥有无国籍小孩的存在，于是我决定就是在寒假的时候回到马来西亚，就是看有没有办法实地采访到无国籍小孩的案例。因为如果在台湾的话，你光是收集网络上的资料其实非常不透明，也非常不齐全，所以唯一的办法我就想说，那寒假回去那就找同龄一起完成这个无国籍小孩的专题。那在跟大家介绍就是我采访到的这个家庭之前，我其实回去的时候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找到无国籍小孩的案例。因为可能我问过了一些记者，或是问了一些就是可能我问了一些记者，但是他没有相关的案例或者是相关的资源可以提供给我。到时候我跟他讨论了很久，我们就大多是询问脸书大神，这样就是我是在 IP 上面找案例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是比较不好的方式，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大家以后如果想要做类似的东西，可能可以去学校询问一下。
或者是相关的单位组织，像是一些非政府组织询问，我觉得或许是更有效的办法，而不是像我有点像乱枪打鸟。但很幸的是，当我发文一发出去，当天我就收到有人跟我说他身边有一个这样的案例，那很幸运的我联络到他，于是我就去采访他了。那因为我答应受访者，他就是不能公开他的身份。那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是我们采访他的时候，这我们采访他的时候是在元宵节，然后我还记得当初我们联络他，中间这个比双手比赞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故事的就是受访者，他就是叫阿青，然后他今年20岁，然后旁边那位是他妹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旁边还有两位男生，那两位男生是他弟弟，然后他爸爸是大马公民，然后他的妻子就是阿青的妈妈是印尼籍公民，然后这个家庭里面阿青跟他两个弟弟是印尼籍公民，然后只有他妹妹是大马籍公民。那详细原因是什么，那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我们两个很幸运，是因为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当天晚上坐那个客运，然后到那个车站的时候是在高速公路的很暗然后没有路灯的一个车站，然后他们家人很好，他们一家人就开着一辆小货车来接我们，然后你看我看到记者是在受访者家，然后这种事情，然后隔天采访的时候他们一家人还照顾我们伙食，就是他们是非常热情非常好的一家人，而不是我们想象中可能无国籍可能非常可能比较惨还是怎样，就是没有，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乐观的。那接下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为什么会成为无国籍小孩的原因，但因为我成为无国籍小孩有非常非常多的原因，但是阿青家里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他爸爸再婚，所以犯了重婚罪。他爸爸当年因为还没有跟他第一任妻子就是的离婚手续办好，他们的离婚手续还没办好，他爸爸当时急着把第二任妻子，就是他现在的印尼籍妻子娶回家，所以呢，他们就到那个马来西亚叫国民登记局，但台湾叫做户政事务所，就是去办理结婚证书。那误打误撞的情况下，当时候帮他们办理的公务人员就是也没查证清楚，也没发现他的第一段婚姻其实还有法律效用，就帮他们登记了第二段婚姻，于是他爸爸就这样子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就犯了重婚罪。那重婚罪在马来西亚最高就是可能要坐牢7年甚至要罚款，但是就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也导致阿青跟他两位弟弟在出生的时候被拒绝发出出生证明，因为有关当局的人就是户政事务所的人就查到他爸爸犯了重婚罪，于是阿青跟他两个弟弟就没有出生证明，而只有他们医生发的手写证明。那他爸爸其实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就是知道他们可能会成为无国籍小孩，所以在阿青是1997年出生，可是一直拖到可能2003年，他爸爸在正式就在重新帮他们申请出生证明。那2003年开始申请出生证明，是包括阿青跟他两位弟弟，就是三姐弟一起申请正式的出生证明。那一直要等到10年后，2013年才拿到正式的出生证明。那在这10年间，其实他们一直有跟户政事务所的人沟通，但是一直被回绝，然后是没有理由的回绝，然后也没有给你任何原因，就是一直重复反复试着申请，然后直到申请成功一号，然后就这样耗了10年。而拿到的正式的出生证明呢，但是出生证明上其实上面标注的不是马来西亚国籍，而是印尼国籍。他爸爸也吓到说，哎，为什么？他爸爸原本以为说2013年拿到的这张出生证明应该是要成为大马公民，但其实不是，马来西亚单方面认定三姐弟为印尼的国民。那其实阿青一直到2013年，阿青已经16岁，然后到2014年的时候，马来西亚会有一个检定考试，有点类似台湾高中的指考，那你要考这个考试就一定要有护照，一定要有护照，不管你是哪一国公民，就是一定要出示护照。那当时他爸爸很急，因为隔年孩子就要考试了，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他爸爸又看说，哎，出生证明，那你竟然说我是一名公民，好，那我就碰碰运气。他于是就到印尼大使馆，印尼附近的印尼领事馆求助，看看说有没有办法申请到印尼的国籍，那至少有一本印尼的护照可以让他考试。然后呢，也非常非常幸运的是，他们就成为了印尼公民。然后三姐弟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意外得到印尼大使馆的，就是大使的同意，然后成为印尼公民。他爸爸也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会成为印尼公民，但他爸爸认为说这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那至少他女儿可以参加大马教育文凭的考试了。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2013年三姐弟拿到的正式的出生证明是长这个样子的，可能有点模糊。那大家可以看到，出生证明上其实这是非公民的出生证明，是马来西亚单方面认定三姐弟为印尼公民。那可以看到上面那一栏，就是蓝色那一个框框，甘纳甘纳在马来文的意思是孩子的意思。然后你可以下面看到他们的国籍就是印尼。然后爸爸的资料，爸爸这边就是父亲的资料是不详的，就是没有爸爸的名字，也没有他爸爸的身份证，就是爸爸的整栏资料都是不详的。拿到第三栏母亲的资料呢，可以看到的是，因为母亲是印尼国籍，所以孩子的国籍是跟随母亲。那这是他们2013年拿到的出生证明。那三姐弟目前的状况呢，就是因为阿青现在高中毕业之后，他要升大学。但是因为升大学的话，他是印尼公民，那你可能签证的费用很贵，然后包括你可能要以外国人的身份在马来西亚升学，学费那些可能来的比较贵，那爸爸没有办法负担他们三姐弟这么高昂的费用。于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联邦宪法，大家可以看到第15条文A， 它这条法令是说，任何未满21岁者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申请成为公民。那三姐弟现在目前就是在申请，以用这个条文来申请成为马来西亚的公民。那他们在2015年申请，但是呢已经过了2年，我前几天又再问他一次，然后其实至今还是没有下文的。但阿青给我的回复是，就是他们一定会成为大马公民，只是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收到政府部门单位的回复。对，至今还是就是没有下文的。那说到这边，可能大家也会有一点混乱，因为他们家的情况其实是有点复杂的，相比起一般的无国籍小孩。那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可能会疑惑的一些部分，像是为什么他爸爸犯了重婚罪但是没事。他爸爸给我的解释是因为当年呢，他去办理的那张第二张结婚证书是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没有查证清楚的情况下才犯的错误，所以对方有错，自己也有错，所以这是双方都不揭穿、不互相揭穿的一个默契。他觉得说我也有错，但是你也有错啊，好，那我们彼此就是不拆穿。所以为什么他爸爸犯了重婚罪会没事，会一直到现在，这是他爸爸给我的解释。然而他爸爸可能在过后处理三姐弟公民程序上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非常仔细也非常注意，然后尽量不去触碰到，尽量如果别人不提，他爸爸其实也不会去提说他其实自己犯了重婚罪这件事。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为什么只有妹妹是大马公民？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爸爸犯了重婚罪，然后姐姐跟弟弟都是印尼公民，但妹妹是大马公民？情况也是，妹妹出生的时候，爸爸想说，那我碰碰运气好了，那我试着申请出生证明。殊不知，哎，这样子一申请就申请上了，然后妹妹那一栏的国籍就是大马公民。所以，如果今天公务人员有仔细查证的情况下呢，他妹妹的情况应该是跟阿青还有两位弟弟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公务人员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漏洞跟一些疏忽，刚好让他们钻了那个漏洞，就是刚好让就是这一家成为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也因为他妹妹成为了大马公民，可能免去他爸爸的一份就是要一直这样子来回奔波，然后去申请的心情这样。然后第三件事情是，为什么阿青三姐弟是幸运的一群？
那我们一般知道，我们从报章上面知道的说无国籍小孩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他们看医生很贵这一些。那为什么刚刚没有提到说阿青上学的时候碰到困难，他甚至可以考马来西亚的检定考试呢？原因就在于呢，他爸爸也有说他们家是福星高照的一群。所谓的福星高照，其实是因为高级官员的一封信。这个原因是因为他爸爸在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有认识了当地的一些可能高层的高级官员。那高级官员可能也非常非常疼这三姐弟，然后有帮这三姐弟写了一些信给有关当局。所以阿青三姐弟跟一般的无国籍小孩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上小学，可以上中学，那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到国中的时候，就是大台湾人国三的时候也有一个考试，然后那个考试可能也是高级官员帮他写一封信，就是跟他说他说明他们现在的状况，那他就可以考了。只是没办法，当你到考高中检定考试的时候，必须要有护照，那才没有办法他赶紧去申请一本印尼护照。否则其实一般无国籍小孩其实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公立学校就读，也根本不可能享有免费教育。一般的情况下，如果公立学校不收，他们必定得进入私立学校，但私立学校的学费很贵，往往不是一般中下阶层的家庭可以负担得起的。所以阿星他们家比较幸运是在这一边。然后第二点，他们三姐弟都有驾驶护照，也有银行户口，这也是因为他们当初申请的时候有了官员的一些帮助，所以他们是有驾驶执照也有银行户口的。第三点，因为马来西亚的医疗福利其实也做得蛮好，就是国民看医生的时候其实都非常便宜，那一般的外国人看可能收费就很高，所以阿星三姐弟他们看医生的时候的费用也是跟本国人跟大马公民是一样的，不会多收就是外国人的费用。那第四点呢，就是这些高级官员还有就是请求有关当局快速处理他们的案件。有关当局指的是类似台湾的户政事务所，就是马来西亚的国民登记局。刚刚不是有提到三姐弟就是透过这个联邦宪法15A 申请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吗？那这个高级官员就有帮他们写信到这个国民登记局，台湾的户政事务所，要求他们就是加速处理他们的案件。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框起来的这个部分 Member Cepatkan Process。 Member Cepatkan 的意思在马来文的意思是加速，然后 Process 就是处理，然后就是程序，就是加速处理他们的程序。然后下面南妈那边是名字，就是三姐弟的资料。然后这一封信其实也已经送到国民登记局了。然后大家可以试着想象一下，他们2015年申请，然后到现在过了2年，而且是在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去申请，然后至今还无下文。那对于一般无国籍小孩来说，他们的情况其实根本不像阿青他们这么幸运，是这么有人帮忙的。那说到这边，还是必须先说一下，阿青他们家是特例，就是他们有高级官员的帮助，然后他们才可以这么顺利，就是几乎享有跟同民跟公民一般的福利。那一般的无国籍小孩的现况其实跟他们并不一样，并不一样。那现在来跟大家稍微谈一下马来西亚无国籍小孩的现况。那其实大家都会很不好意思，我想先请问一下，就是马来西亚的国籍法，就是国籍认定的话是怎么样？比如说是以父母认定，还是只要出生在马来西亚就可以拿到当地国籍？以父母认定这部分的话，等一下后续会在会在分类的时候会跟大家讲。那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马无国籍儿童的实际数据，老实说其实没有一个实际的数据。因为当时候我在写这个专题的时候，有联络了一个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叫做儿童之声的主席，那他其实说你要找到相关的数据其实非常困难，因为网络上的资料其实非常非常的不透明，然后官方说法跟就是各就是每个都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可以先从目前网络上面看得到的一些报章来实际上去看一下，就是各方的说法。大家可以看到，这是2015年4月20号的新闻，然后 Zahid 是我们马来西亚副首相兼内政部长阿莫扎西，然后他在2015年的说法是马来西亚没有无国籍人士。
因为如果这些无国籍人士，如果他们没有合格的证件，他们是不可能进入马来西亚境内的，所以马来西亚没有无国籍人士，这是他的说法。那这个说法里面可以间接去反映，去说马来西亚到底是怎么看待无国籍人士，跟他们承不承认无国籍人士这件事情。然后隔年呢，2016年10月31号，这个人就是刚刚的扎希阿莫扎希，哎，他又说不对，马来西亚有接近三十万的无国籍人士，无国籍小孩在马来西亚，然后这些小孩介于0到18岁，这也是他讲的。然后当初我把，因为我说我的报道里面有写说无国籍小孩的人是接近30万，那也有人在上面质疑说，嗯，真的有30万这么多吗？但是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今年2017年5月4号的报章《新洲日报》的，他这边说，根据非正式估计，我国目前有50万到150万名无国籍18岁以下儿童。那实际数字是多少？其实根本没有人知道，或许更多，也绝对可能会更多。但其实我们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数据去知道说马来西亚到底有多少名无国籍人士。那这边也跟稍微提一下，就是等一下我们会补充沙巴的部分。在马来西亚，无国籍小孩是一个问题最严重的，就在沙巴，跟沙巴的政治因素是绝对有关系。那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补充一下。然后说到这边，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无国籍小孩的会形成无国籍小孩的几种情况。那常见的第一种情况，就是第一种就是非婚生小孩，这是最普遍的案例。这样子的案例其实也跟台湾移工就是可能生小孩的这些问题是几乎一样的。那刚刚这边呢，这边可以看到第一点说，非婚生小孩国籍跟随母亲，马来西亚单方面认定。意思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一名印尼籍母亲，然后他今天没有通过合法的手续去结婚，或者是他们的结婚证书不受承认，那当孩子生出来之后，马来西亚就会单方面认定他为印尼籍。在这个时候呢，这名印尼籍母亲也必须带他的孩子到印尼领事馆或者是大使馆，然后注册跟登记，那小孩子才会成为正式的印尼公民，否则他就只是滞留在马来西亚的无国籍小孩。那第二点，大家可以跳到第三点看，大家可以看到合法的结婚证书是取得公民权的条件，而且是要孩子出生，要在孩子出生前就已经注册结婚的。那刚刚那名观众提到的是，在马来西亚呢，国籍其实你可以是跟随父亲的，但往往的条件是因为今天他们夫妻没有合法的结婚证书。假设说，大家可以看到旁边这个案例，这名丈夫是大马人，然后他的妻子是寮国人，然后他们没有透过合法的程序结婚，或者是他们的结婚证书不受马来西亚政府所承认。那他们孩子生下来之后呢，他们就会等到那张跟阿青一样的结婚证书，认定你说哦，你是寮国人，你不是马来西亚人。因为合法的结婚证书上面呢会有夫妻的名字，那在出生证明上也才可以有父亲的名字，否则父亲的资料就会不详，而这在法律上也才可以证明父亲跟孩子之间的身份，你才可以自动跟随爸爸的国籍成为马来西亚人。这部分大家会不会很乱？不好意思，我可以请问一下，我想知道，好奇的是说，那因为如果说是单方面的由马来西亚去认定他为印尼籍，可能寮国、可能柬埔寨籍，那就是寮国印尼大使馆，他们也会就是这么的好心的帮忙承认这些孩子是印尼籍吗？还是有没有可能有遇过类似困难？其实就是印尼他们也不承认这个孩子是印尼来的，只会那个有用印尼籍的身份。这个问题呢，其实当初我们在采访一个非政府组织儿童之声的主席也有聊过这个问题。重点是他觉得你要解决这样子的问题，是我们国家其实是没有政治意愿要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没有政治意愿要解决这件事情的原因就在于，他今天马来西亚其实没有去跟印尼大使馆或者是柬埔寨大使馆去洽谈过这些事情，去聊就是说，你像我们假设说你现在有那么多的
印尼的人在我们这边，但是你们其实也没有意愿要解决，其实两国之间是没有协调过这件事情的。然后我们遇到的案例，他我觉得大使馆之所以会承认，是因为他的妈妈的护照就是印尼公民，那马来西亚的国籍认定上是属人主义，他不是属地主义。属人主义就是说，如果当你不是合法结婚的情况下，你的双方生出来的孩子一定是跟着妈妈的那个国籍。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跟马来西亚的女生跟一个外籍移工非法结婚，那他们的孩子还是一样会是马来西亚公民。但是因为今天情况刚好相反，刚好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男生跟一个女性的移工结婚，那他们是非法结婚，不是合法结婚，所以他的孩子就是一样要跟着妈妈的那个国籍，所以他才会成为印尼公民。只要妈妈是有国籍的人士，其实一般上大使馆都会承认。这样回答到你的问题吧。然后刚刚说到，对，就是要合法的结婚证书，然后要在孩子出生前就注册结婚。那一方面，所以小孩子很常没有办法拿到出生证明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夫妻其实没有合法注册结婚，跟结婚证书不受承认。那其实一般这样子的家庭，当初在结婚的时候，他们或许对这件事情是没有意识的，他们不清楚说，如果他们今天没有合法注册结婚，这件事情会导致他们的孩子陷入无国籍风险。这也是那时候我跟那个儿童之声的主席一直在聊的是，他觉得我们一方面要怎么去灌输，去让这些家长知道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对，这是非婚生小孩的状况。那下一个，这是延迟登记出生证明。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副首相兼内政部长，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点跟第二点，官僚僵化的处理机制，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标准跟程序。可以连到第四点，就是相关当局缓慢的处理程序。大家可以看一下，光是三张出生证明，阿青三姐弟等了10年这件事情，那代表我们的政府部门其实是怎么去处理这些无国籍小孩的案例跟无国籍小孩的情况。那如果今天回绝之后，他们其实是没有给予任何的原因的。那当你反复在申请又被拒绝，反复申请又再被拒绝的时候，其实你消耗的是申请者的意志，因为你每一趟这么跑的时候，花的时间、距离、跟交通成本、跟这些金钱，其实都会消耗申请者的所有精力。因为通常碰到类似这样子的问题，我们一般来说都是中底下阶层的人。那如果他们今天要坐车坐到那个户政事务所去登记出生证明，这些事情其实是相对的会消耗他们的时间跟消耗他们的金钱。那大家可以看到第三点，偏远地区跟经济问题。偏远地区的话，其实问题最严重的是在沙巴，因为大家知道东马、沙巴跟沙劳越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对于这些住在比较偏远地区、经济状况相对贫穷的家庭来说，他们或许第一点，他们没有意识、没有概念要帮孩子办理出生登记、出生证明这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因为可能户政事务所的覆盖率不够广，那今天他们要出去的时候花的交通成本其实也非常的高。那大家可以看到第二点，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的原因在于，今天在马来西亚办理出生证明并不是所有的阶段都是免费的。今天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办理出生证明是免费的，但你延迟出生、延迟去登记你的出生证明超过42天以后，你可能要付五令吉的手续费。五令吉相当于台币35，类似这样。那如果你超过60天就是已经迟了去登记你的出生证明，那你会有最高不超过50令吉的罚款，还有一些手续费，那加总的话大概台币四五百。所以因为一般来说碰到问题的家庭，一般上都会就是延迟或者是迟去办理他们的出生证明。那他们一延迟办理他们的出生证明，相对而言又要再消耗他们的金钱，这对于中低下阶层来说其实是一个门槛，也是一个阻碍。然后第三点，就是领养小孩的管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案例是2016年去年的4月22号，领养儿变太空人。他们这家的案例是这样，也是蛮普遍的案例，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这爸爸，他是这位父亲是透过一名中介去买到，去用金钱交换婴儿。这名中介呢是一名护士，然后这名爸爸是西马人，就是这名父亲是西马人，然后他要买的这位小孩呢是在东马出生的，然后透过这个中介呢就是买到这位小孩，然后中介就跟他说，你不用担心，我给你的出生证明上已经给你就是你们夫妻双方的名字了，所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那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把小孩从东马带回西马了，这样一直等到就是可能12岁，在马来西亚12岁的时候，你需要办理出生办理身份证。那在要办理身份证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公务人员就发现其实根本没有小孩的户籍资料，意思也就是说出生证明是伪造的。对，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的出生证明就立马被当局没收。没收之后，这孩子就直接成为无国籍人士，因为你也找不到他的生父生母是谁，你也找不到当初那名中介了。那父亲当初来回就是之后想要帮孩子试着申请也回到那家医院，但是所有当年的相关人士全部都不在了，那你要怎么去找，你要怎么去看。那回到来看第一点，在马来西亚呢，穆斯林跟非穆斯林的领养的法要根据的法令有所不同。那穆斯林需要根据的是伊斯兰刑事法，那非穆斯林有两种的登记的领养法令。那一般上西马跟东马所依据的法令也有所不同。那第二点常见的问题是，因为这些父母其实他们并不了解领养程序，他们不清楚领养程序，他们可能就会听说，哦，那名中介说可以帮我买到这名小孩，那我就去买。通常都是这样子的情况，他们不清楚，可能我今天要买小孩，我必须透过跟法庭申请这些事情。那第二点，也有人认为说，那今天正式的手续太过缓慢，好，那我不要这么麻烦，我直接用金钱交换婴儿，那就好了。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就会发生，等到你要孩子十二岁要去做身份证的时候，就会发现你的出生证明是被伪造的。一般上领养小孩的管道就是会碰到这样子的事情。那常见的情况第四种就是难民的问题。那这部分等一下我们会稍微由彭林跟大家补充一下沙巴的情况。那我先补充一下，在马来西亚呢，难民其实有来自罗兴亚、斯里兰卡、缅甸。斯里兰卡跟巴基斯坦，那最多最多是缅甸、罗兴亚。那其实，在马来西亚呢，难民其实没有受到立法跟行政上的保护。意思也就是说，不管你今天是难民、寻求庇护者、无国籍人士、无证件人士，还是你是非法移民都好，你都一律被归类为非法移民。所以，当你被归类为非法移民，意思也就是说，你今天在立法跟行政上没有受到保护，你的地位是非正规的，你很容易遭到逮捕。而且在一般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第四点，因为这些难民呢，他们会担心自己的身份遭到逮捕，或者是怎样躲躲藏藏，他们一般上比较难，或者是不会就是去帮孩子办理户口，所以你孩子生出来之后就会承担无国籍的风险。然后另外一点是，可能他们并无相关的大使馆可以帮忙处理这些事情，所以这些小孩子就是在马来西亚就滞留在马来西亚成为无国籍人士。然后马来西亚其实第二点，马来西亚并没有签署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然后相对来讲，难民在马来西亚的生活状况其实是非常非常恶劣的，就是儿童跟成年人是一同居留的，其实没有特别有一个区域是划分起来保护，说如果儿童被抓进来我们要划分区域让他们就是受到保护，没有，儿童跟成年人是一同居留在同一个地方的。那孕妇跟婴儿也没有特别照顾，食物跟水也供应不足。大家可以看到旁边这张图是2016年12月31日，然后一个罗兴亚难民在马来西亚。那罗兴亚的话，报道里面是说这个家庭呢，他们原本以为因为他们是穆斯林，可能来到马来西亚会比较有相对友善的待遇，或者是可以得到比较多的帮助，但其实没有，因为小孩子其实一样没有办法上学，然后看医生也很贵。但是他们还是宁愿留在马来西亚的原因就在于，因为你回到缅甸会受到迫害。对，所以目前这是难民的情况。那下一个就是沙巴，刚刚我跟大家提到
马来西亚无国籍小孩的情况最严重的是在沙巴，那牵涉到一些政治因素。那因为这些资料是我们可能从网上找，还是问了一些人，所以我们只能把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尽量跟大家讲，又或者是等一下哪里有不对的，也随时欢迎大家指正。对，好，就是沙巴州的无国籍小孩，刚刚会有讲到是最严重，其实也是最复杂的。那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单是沙巴这一个州属的无国籍问题，就可以用一个特别的专题去报道它。可是因为我们在这边讲的可能都会是比较显著的一些表面的现象，因为我跟慧怡其实都是喜马人，那我们也没有到过东马。那在一些就报道里面会讲到说东马那边的难民问题很严重，甚至会是路上会就会遇到弃婴之类的，然后就会遇到很多无国籍小孩，但是我们没有亲自看到，所以就是之后讲的一些点是，就是我们去收集的资料，还有之前跟那个儿童之声那个非政府组织的主席聊的时候，大概聊到的一些东西。那首先要讲的就是沙巴的无国籍小孩其实又分成几种。那第一，在政治因素这个分类下就产生了两种。那第一个就是 IMM13 难民证的问题。那什么叫 IMM13 难民证呢？就是在70年代的时候，就是1972年到1984年，就是菲律宾南部曾经发生暴乱。大家应该知道东马的位置吧？就是西马就是在泰国以南的部分，然后东马是跟西马隔着一个南中国海，然后它的南部是印尼的加里曼丹岛，然后这个狗头的部分就是沙巴州的位置，然后它的右上角就是菲律宾南部，然后菲律宾南部明达纳尔岛就是最近戒严的那个岛，在70年代的时候也曾经因为内战而戒严过。那在1972年到1984年这一段暴乱的期间，非常多的印尼裔跟菲律宾裔的难民就是逃离到沙巴来寻求马来西亚的政治庇护。那就是当时马来西亚基于人道主义，其实也有发所谓的难民证给那些居民。可是今天为止40年已经过去了，就是非南的暴动其实最近又在爆发，可是距离上一次发难民证的日子也已经过了40几年。那就是当时来到马来西亚的难民，他们很多人大部分到今天都还是自由在沙巴那边，然后已经生下了他们的第二甚至第三代。那其实当时的规定就是难民的孩子他们也可以拿到这个 IMM13 的难民证。第一阶段的发放的时候是讲说当时过来的难民他们的孩子只有到13岁的时候才可以拿难民证，可是后来那个法律又修改过后，就是只要是持有 IMM13 这个难民证的父母，他们剩下的小孩就自动持有同样的难民证。那这个难民证呢，它是每年都必须要更新，然后更新的费用是每年90令吉，然后就是大概台币640块。那就是比较理想的情况，就是官方的说法是他每年可以去更新，只要缴那笔费用就可以拿到新的难民证，那你就可以自由在马来西亚多一年是合法的。那难民证的话，就是你可以去申请，以难民证的身份去申请永久居留权。那如果你的申请得到批准的话，你就可以拿到红色身份证。红色身份证的话，你只要住7到10年以上，那你就可以重新去申请，就是大马卡，就马来西亚的身份证。那就要看有关当局核不核准。那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情况。那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实际情况是非常多人更新难民证的时候会就在不知名的原因下不被更新，就是可能讲说你的难民证必须要被取消了。那很多难民生活困苦，他们也不一定可以拿出每一年的那个钱跟交通成本甚至时间成本去申请。那如果是对于一些教育程度相对不高的难民来说，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这些程序到底要去哪里跟去，就是要透过什么管道去办。那菲律宾跟印尼的领事馆在整个沙巴其实就只有各一家。那沙巴其实是一块很大的土地，
那如果你是住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小镇，你要去到市中心其实可能就是好几个小时，甚至你就要好一两天在通勤的时间上。那也有非常多人是就是不知道需要申请更新，他可能有 拿到第一版的难民证，但是他不知道后续原来还要更新。那其实这个追根究底的话，你们大家就可以听出来，其实就是政府配套措施的不足。内战结束已经那么久了，将近半个世纪，但是安排之前到马来西亚寻求庇护的难民返家，应该要是两国政府去协商的事情。那就即便你没有打算遣返他们，或者是这样的滞留是合法的，那你也必须要讨论出那他们难民的后代的基本权利跟教育或是医疗这些基本权利的一个实施是要怎么办。那第二个政治因素的话，就是90年代马来西亚所谓的 M 计划。 M 计划呢，就是在马哈迪时期，就是当时传说中执政党为了要保住自己的议席跟选票，他们用了一些人为的因素引入了非常多的穆斯林移民，好让就是当时据说 M 计划下有，这不是官方数据，算是一个非正式的估计，那当时在这个计划下有多达75万的非法移民被带到沙巴州这个地方，那其中有20万名是合格选民，就是他们是可以投票的，那他们的票可能就是被一些人为的方式就投给当时乃至于现在的执政党，就是国政。那当时这个东西虽然是一个算是秘密计划或者说不被官方所承认的东西，但是它其实在法庭上是有一个案件可以让我们间接去相信说这件事情是存在的。那就是前国会议员有一个叫庄永亮的议员，他在2012年的时候就有披露说这个，对，他就讲了这个计划输入了75万的公民嘛。那其实是因为1999年的时候，沙巴州有一个叫里卡市的镇上，就是办了一个地方的选举。那当时执政党的一个候选人叫杨德利，他当时成功当选了沙巴里卡市这个地方的州议员。那就庄永亮其实是反对党的领袖，那他就怀疑说州内好像出现了一大批可疑的选民，那他就有到法庭去上诉，做一个选举上诉的动作。那上诉了2年过后，2011年6月8号，就是亚庇高庭就宣布说这个选举是失效的，也就是说庄永亮议员他的上诉是成功的。那法庭那时的裁定是杨德利是在非法取得身份证的幽灵选民的协助下取胜。那既然法庭都已经这样裁了，那我们有很大的可能可以相信说幽灵选民的确是存在，就是政府也的确有透过一些手段去引入大量的就是非法移民，就是要为了选票去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在我这样有查到一个非政府组织他们公布的数据，有显示说那一年的马来西亚人口成长率是113%，就是全国成长率，但是单单沙巴州那个州的人口成长率就高达285%，是超过一倍的成长率，所以这人口成长率很明显是人为操纵而不是自然生产。对，那很可惜的就是庄永亮他也变成是最后一个挑战选民册这个东西而胜诉的人，因为后来政府就增订了一条选举法令第9A条，就是规定法庭没有权限去审说选民册是否有造假的这个法令。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为什么他胜诉过后，然后你就可以立了一条法令来阻止大家，就阻止法庭去审那个选民册的一个正当性。那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因为沙巴东马算是马来西亚非常多少数民族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八幺族就是沙巴的一个特殊情况。其实八幺族有分为两种，一个是在陆地上生活的八幺族，另外一个是在海上生活的八幺族。那海上生活的八幺族的身份很特别，它是全球现在仅存的唯一一个海上游牧民族，就是他们的生活就是在船只上，或者是他们的家园也建在非常靠海的地方，可能会是一些长板屋啊之类的，可是就是跟就像照片这样，就是跟海靠得很近。
那他们的概念里面，他们是没有任何的日历，然后社会活动也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组织时间跟次序的。那其中就有非常多人没有所谓的国籍归属，因为其实他们早期的时候，可能大概100多年前吧，是从菲律宾逃难过来到沙巴马来西亚的海域附近生活，那就是他们身上当然也不会有什么身份证件这些官方资料，所以已经没有办法证明他们的身份来源。对，然后八妖族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民族，他们是水性到就是他们的小孩很小很小就会游泳了，而且我之前就是题外话，就是他们会游泳的方式是他们可以直接不用带氧气筒的情况下直接潜入水里。然后他的方式是什么？因为潜水的时候我们的耳压会过高，所以耳膜会破掉，所以他们小孩就是很传统的习俗，我不太确定现在还有没有，就我查到资料是他们的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的耳膜刺破，就是不是完全听不到，就刺破一个洞，让那个耳压可以在他们自然潜水的时候去平衡耳压跟水压，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就是适应甚至水中生活的民族。所以就是沙巴族国籍的同刚这样分类下来大概会有三种，可是其实远远不止三种，因为就是沙巴其实也拥有非常多的非法移工或是非法移民，那有非法移工当然就会有合法移工，那当合法移工跟非法移工相恋然后生子的时候，那他的国籍归属可能就会变得很复杂。那有一些是一开始来到沙巴工作的时候他们是合法移工，可是因为他们没有去更新他们的工作准证，所以他们成为了非法移工，那孩子出生的时间点什么的也会影响到孩子是否有国籍这件事情。那如果是以非法移工跟非法移民所生的孩子来说的话，就是非婚生小孩，他们的父母可能就会担心自己的非法滞留的身份，所以他们不敢去帮孩子登记报生。其实登记报生他拿到出生证明这件事，出生证明完全没有办法去让孩子成为一个有国籍的人，可是如果你连出生证明都没有的话，你就会变成一个无证件儿童，就是如果万一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双亲不幸发生意外，其中一个人发生意外的话，那你很可能就是你要申请从无国籍变成有国籍的道路会更加漫长。那第二点就是因为贫穷无法更新难民证件的后代，就是我刚刚讲的 IM13以前曾经拿过难民证的后代，可他们没有去更新，所以他们后来小孩也就这样顺应的变成了那个无国籍公民。那还有一点就是之前有人提出这个质疑，就是 M 计划所发放的，因为是执政党为了自己的那个选票而引入的那一批非法移民当中，他们所拿到的证件到底是什么证件？因为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受官方认定，所以没有人看过那一批非法移民到底拿的是什么证件。那如果政府当时不是发合法有效的大马身份证给他们的话，那他们是否可以成为大马公民？那他们本来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本来是哪一个国家的？他们是否已经放弃本来的国籍了？因为马来西亚是不能承认双重国籍的。那如果都不是的话，他们的后代就有可能成为无国籍小孩。那最后一点就是最后一个分类就是他们是马来西亚人，但是他们是没有登记或是没有去报出生证明或是没有国籍概念的少数民族，譬如说我刚刚讲到的八妖族。八妖族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马来西亚执法人员有时候会把他们逮捕到的没有证件的八妖族遣返回菲律宾，但是其实他们目前也不是菲律宾人，因为他们身上已经没有证件，可能他们的祖先上上一代是菲律宾人，但是没有证件过后的八妖族其实就是所谓的无国籍公民，即便他被遣返回菲律宾，他还是会回到马来西亚，就是他还是会回到东马沙巴那一片海域，因为他们认定那边才是他们的家，他们对所有的这些官僚的体系是完全不熟悉也没有概念的。那我们会觉得说就是
马来西亚的无国籍小孩甚至无国籍公民的分类其实有非常多种，甚至可以分到非常细，也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一个系统。那目前没有政府没有对这群人做出分类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因为像我们这样子简单看下来，就会有难民的小孩，或者是合法或非法移工的小孩，或是少数民族的小孩 ，M 计划下引入的公民的小孩，或是有证件的无国籍小孩，没有证件的无国籍小孩，而且没有证件他有可能是有国籍，只是你找不到他的生父生母而已。那这些庞杂的分类下，如果没有去做这样的分类的话，这一群人通通都会当作是无国籍小孩来处理，他们的待遇是一样的，他们权益丧失的情况也是一样，即便他们只是马来西亚原住民所生的小孩，他们没有报生子，他们也不能受马来西亚教育，他们也不能受马来西亚免费的医疗或是一些福利。那其实在马来西亚儿童权利状况报告，这份报告是2012年的，因为后来就是没有相关的资料，这份报告就有提到说，难民和寻求庇护的父母原则上是可以为他们的孩子申请报生子，就是出生证明的。可是我们的国民登记局，就是台湾的护生事务所，在发放报生子之前会非常坚持家长必须出示联合国难民证才可以给他们就是出生证明。可是 IM13 其实不是联合国的难民证，那来寻求政治庇护的人，他们自然也没有办法出示联合国的那个证件。这个就算是一个马来西亚中央的宪法跟地方的国民登记局的那个执法不同步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国民登记局其实在非常多的议题上都会出现类似就是司法不同步的现象，那这也是难民父母他们会面对到的难题。那无国籍小孩的生活，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去关心无国籍小孩？那无国籍小孩，他们也不一定每个都过得那么惨。像我们遇到的阿青，他可能就是算是比较乐观，也比较幸运的家庭。但是在东马，之前半岛电视台其实有拍了一部26分钟的纪录片，然后里面就有提到说非常多种的无国籍小孩，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有非常多的人会吸毒，因为他们如果是在贫穷线底下的无国籍家庭的话，他们很多人的食物跟水源都是获取不足的。那吸毒，而且是吸食非常廉价的强力胶，可以让他们就是短暂的让自己的饥饿感可以减低，然后就感觉自己的生活是比较好的，那也可以让他们比较能够入睡，不然的话他们那样恶劣的生活条件其实会让他们过得非常的不舒服。那非常严重的童工问题，因为对于无证件小孩来说，无论是雇主或是任何人聘雇他其实都不需要照着什么劳基法去走，他只要给他们钱，无国籍小孩可能就很开心了，所以童工问题非常的严重。那人口贩卖的问题也非常严重，因为无国籍小孩是一群没有证件的小孩，不管他们是生是死都没有人会知道。那执法人员可能也不会友善的对待这一群小孩。在那部纪录片里面其实就有提到说，就是记者怀疑在有一个无国籍小孩在被警方拘捕的过程中，就逃进一个类似地下室的地方，然后他就过世身亡了。当时有人怀疑说是警方知道他躲在那边，然后故意排放毒气进去把他毒死的。可是后来就是当然警方是不会承认的，那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喂，那个资讯量有点大，大家现在就是有没有什么疑惑的地方吗？我现在就要讲了 DNA 呢，目前我们原本就想说它是可以证明孩子跟父亲的关系嘛，但它只是支持性文件，它不是决定性文件。它有 DNA 的例子，上诉成功过的例子，但是其实不多，因为它只能说算是支持性文件。然后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是跟我们的那个儿童之声的主席聊过，他说政府会认为说
DNA 这份文件呢，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那既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那我们就不一定能够说它是绝对正确的，所以它只能作为自食性文件。你也可以说政府其实没有想要真的去正视这99.9%到底是，就是只要有0.001%是的1%是有可能出错的，那政府就会抓住这0.001%说，因为可能会出错，所以我们不能把 DNA 作为作为决定性文件。这样，就是它只能作为支持性文件啦。那你刚刚，不好意思，等一下，他刚。我想好奇的是，是现在在大马的，就是你刚刚提到什么儿童之声这类的，可能像是 NGO 团体或者是组织活动。在西马跟东马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情形？然后，除了儿童之声之外，还有没有类似的组织是在关注相关的，就是可能一些议题？因为至少像在台湾，我们知道可能会有很多，就可能一些可能不管是关怀之家，或者是一些 NGO， 还有是报道者，他们在做一些相关的报道，然后去凸显那些议题存在。但是现在大马呢，就是从你们开始，然后到你们去找这些新闻资料，这些事情到底多久的时间？还有多少人组织在关注这个状况？这部分其实我等一下到后面非政府组织的时候，那边再回答就可以了，因为后面会提到。好，那你我要说一下，因为你说就是在小孩身份认定的上面，主要的就是认证的依据是当初有没有合法的居留证明，然后变成只能当自身文件。但是像在台湾的话，如果是非婚生子，因为会确定妈妈是谁，因为妈妈生出小孩，所以妈妈一定查。但是爸爸可以在后来才在法律上面做认定的这个动作。所以我想请问，像这种就是他只认婚姻文件而不认 DNA 的话，这个会跟就是马来西亚的比如说社会风俗是有相关？比如说会觉得就是婚姻是很重要，如果没有婚姻而是后来才不认的？我明白你意思，应该说我之前也有去询问过相关律师这件事情。那我现在跟着这个第一条这个第一点一起解释好了。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我们举的那四种常见的情况嘛，那之后举完之后，我有试着想去说，那我们现在现存的法令有哪一些是可以帮助这一些无国籍小孩的。那大家可以看到第一点就是联邦宪法14条1B然后1A 的第二附表，它这边是说在联邦出生的每一个人，只要你父母在出生的时候是公民或是永久居住在联邦内，孩子将依法成为马来西亚公民。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有问律师说，诶，那为什么还会有非婚生案件的问题产生？如果今天父母跟妈妈，因为今天联邦宪法其实并没有规定说父母今天必须合法结婚孩子才能获得公民权，联邦宪法是没有这条法令的。但为什么这条法令可以成立的原因在于，今天联邦宪法对父母的，不好意思，诠释这边写错，对父母的诠释就是你的双亲必须要是合法夫妻。所以今天关键在于法庭对于父母的诠释必须要是你们要是合法夫妻。所谓的合法就是我要看你们的结婚证书，我要看你们的结婚证明，重点在这边。所以其实父亲之后会不会去认领，其实有没有跟风俗有没有相关？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你觉得？应该是没有。但是法庭现在看的就是要看你们的结婚证书。从结婚证，因为从结婚证书上面认定夫妻是合法关系之后，才能够在孩子的出生证明上标示父亲的资料。那在这个时候，证明了孩子跟父亲之间的关系，孩子才可以依法成为马来西亚公民。那这律师其实是认为，其实法庭没有必要对父母做出这么狭隘的诠释，因为你看，其实单亲的，就是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都好，其实像你讲的，有办法验证，通过 DNA 验证他跟孩子之间的血缘关系，用这件事情来解决的话，其实案件可以被有效的处理，然后这些案件也可以迅速的减少，孩子也可以上学这些问题。但重点在于，他今天父母的定义比较狭隘，比较有限制。重点在这边。然后大家看到第二点的话，就是
联邦宪法的14条1B1(1)第二附表，这边是说，任何在马来西亚出生且在出生时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将依法成为马来西亚公民。那这条法令的话，大家可以看，其实很多马来西亚的人权律师都一直在倡导说，我们要全面实施这条法律，然后这样子的话，马来西亚无国籍儿童的状况就可以大幅度降低。这样子的案例可以适用在刚刚我们说的领养儿童的小孩身上，就是你发现你的出生证明是伪造被没收之后，那孩子的生父跟生母就不详嘛，那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条法令来申请成为大马公民呢？然后第二点可能是弃婴，就是你的孩子可能被放在可能某个福利单位外面，那孩子的生父生母不详，那我们就可以判定，就是透过这条法令来就是判定这件事情，但前提就是在你就是无法确定他的父母都无从追踪的情况下，那这条法令才可以被使用。但其实现实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美好，因为刚刚彤玲有提到的马来西亚儿童权利状况报告里面就有提到，其实很多弃婴被放在就是福利单位外面，然后被拿去就是要登记出生证明的时候，他们收到的出生证明依然都是非公民的，就是非公民出生证明，就是大家看到刚粉红色阿青弟弟的那一张，就是他们依然还是会继续收到非公民的出生证明，没有办法成为大马公民，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其实一般人或许对这条法令其实没有认知，他们不知道他们或许可以通过这条法令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对，所以其实那时候也有跟他们就是跟那个儿童之声的主席讨论到这两条法律的问题，他说其实马来西亚现有的联邦宪法的法令其实是可以很有效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跟帮忙这些问题的，但法律是人制定出来的，重点是我们怎么去诠释它跟我们怎么去利用它，但我们现在反被这些法律的条文给捆绑，然后问题没有办法被解决。对，这是现有的问题。其实在那个就是教育的制度上，我们的联邦宪法其实也有一条讲说，所有在马来西亚出的孩童都有权利受到免费义务教育。那我们之前在跟儿童之声的主席，他本人也是一个律师谈的时候，他也承认这条法律是的确存在的，但是他没有被实施。那我当时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个案他去请了一个律师去法庭上诉，根据这一条法令去让他的小孩可以上学是有可能的吗？然后律师的回答是，这是很可能可以胜诉的，但是不是每个小孩都有钱请律师，就是马来西亚这的那个法律没有被好好的实施的当儿，就是他必须要被制度性解决的问题一直都在民间被以个案的方式去解决。就譬如说，如果你有经济能力可以请一个律师帮你打这个案子的话，你可能就可以上学，这是我们目前的情况。刚刚后面有人要问问题，我好奇是，那目前状况是说可能是通过所谓的法院去诠释这个法律的状况，那除了法院之外呢，有没有其他的，就是可能有关单位它是可以凌驾法院的诠释，直接做出一个比较有效的可能像是行政上的裁决，然后去要求法院必须要依照这个可能行政解释去放宽这样的说法。因为像我们这边是移民署可以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去驳回可能户政事务所的这些做的这种就是做事方式。那像是大马的就是有想要就是处理这个状况吗？我们自己这样采访下来，我会觉得说马来西亚其实就是有非常多的部门在分权管理，就是无国籍小孩这一块，但是他们其实都没有真的非常想要解决跟正视这个问题，所以目前才会衍生出那么多复杂，而且大家互相彼此都不了解各自的法律或是政策的情况。而且我觉得应该目前应该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可以凌驾在法院之上，但是有一些我目前有看到一些案例是可能透过媒体跟民众的施压，像是吉达有一个案子是一名小孩，他是也是非婚生的案例，那他是透过媒体的帮忙、媒体的散播，然后到最后成功申请到就是进入小学念书的权利，还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其实很多都是个案，为数成功的例子其实不多。那至于有没有东西可以凌驾在法院之上，这我真的不确定。
所以可能要再查，之后要再查证一下。因为联邦宪法像是这一则对父母的诠释，它是已经直接写在联邦宪法里面的，那这可能就要透过修法的程序去走这个程序，所以如果没有人提修法的话，那这个法律就一直不会改。那我们跳下一页，就是我在专题里面其实还有一直提到的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关注无国籍小孩，这也是我在写这篇无国籍报道专题一直在想的问题。因为我当初在思考的事情是，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内部既有存在的问题，像是我们首相贪污的问题，或者是近期闹得很大，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跟到，就是刘特佐的新闻，一些贪污的新闻其实闹得很大。那我要怎么在这一些很大的贪污议题，然后很容易吸睛的议题里面去找到一个位置，是让大家知道我们马来西亚有无国籍小孩问题存在的这一件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也一直在思考的是，这些议题之后，我要怎么让人家去说服人家去关注一下马来西亚的无国籍小孩的问题，这是我在写专题的时候也一直在想的事情。那接下来第三点，就是我们现在要谈到政府跟非政府之间的一些事情。那其实刚刚有这样子一连串下来，其实也讲了很多政府的一些行政处理上的一些漏洞。那其实重点是，我觉得报道里面一直提到政府有没有要解决这件事情的政治意愿。其实首先是我觉得他们对待无国籍小孩的态度其实是反反复复的，然后他们其实甚至不承认也不重视无国籍小孩的存在。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现有马来西亚的一些问题。那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伊斯兰刑事法与联邦宪法对儿童的定义其实是并不一致的。马来西亚实行司法双轨制，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伊斯兰刑事法跟联邦宪法，那穆斯林就是追寻伊斯兰刑事法，那非穆斯林就是根据联邦宪法这样。那其实在联邦宪法里面，18岁以上才算是成年，但是伊斯兰刑事法男生成年是18岁，女生成年是16岁。那其实如果再更细一点的定义是，女生在月经来潮那一天就算成年了，意思说如果你今天12岁你来月经了，那你成年了。所以当你对儿童的定义不一致的话，就代表今天我们在实行某一件事情，在实行某一个政策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所谓双重标准的情况出现。那大家可以看到第二点，儿童权利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呢，其实是继人权宣言之后的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国际公约，它是第一个保障儿童权益跟儿童尊严的公约。所以当这条法这个国际公约释出之后，马来西亚在1995年成为签署国。那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条，马来西亚原本对这第一条是采取保留态度的，但过后已经撤销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条，它写的是本公约的目的呢，儿童是指未满18岁之人，但其所适用的法律规定未满18岁为成年者不在此限。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穆斯林是根据伊斯兰刑事法，女生12岁来月经就算成年之后，那她其实是不是就不在于儿童权利公约的保护底下，就不在这个保护框架底下？那我们签署了这个公约，我们在实施的时候，其实会不会出现矛盾或者是不同标准的情况？那大家可以看到，马来西亚对于儿童权利公约的五大核心条款是采取保留态度的，就是它是不承认的。那这五条的话，其实就是会称为五大核心条款，就是它保障儿童最基本的权利跟尊严。那第二条是非歧视，第七条是出生证明、姓名、国籍权利，14条思想、信念跟宗教自由，28条 EA 全民义务免费初级教育，37条就是严刑跟其他残忍不人道的待遇跟处罚。那根据这五条里面呢，马来西亚就根据其中一条做出解释，为什么采取保留态度，那就是第28条 EA。 马来西亚说他会采取保留态度的原因呢，这条是说有关全民义务和免费初级教育，马来西亚给的原因是说，因为呢现在所有在马来西亚的儿童呢，他们初级教育就是指小学嘛，国小，那他们基本上已经达到几乎普遍的全民免费初级教育，已经达到几乎普遍了，所以我们其实已经做到这一项了。但其实背后指的呢，就是这是指在马来西亚具有公民权的大马儿童。所以
马来西亚政府对儿童的定义，其实我们间接来看，可以说是只有指大马具有公民权的儿童，而不是大马所有的儿童。所以这是儿童权利公约在马来西亚，即便马来西亚成为签署国，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去履行这个义务，或者是它根本也不看重这个义务。那接下来第二点是政府在政策上的反反复复。那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受教育嘛，那其实刚刚有跟你们说，就是还儿童没有证件跟无国籍的儿童，基本上是不能在马来西亚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的，而必须要去私立学校。但其实早在2009年的时候呢，马来西亚的教育总监，时任教育总监阿里穆丁，他就发文告了，他说，有点不清楚，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篇文告。它指的是今天呢，你的在马来西亚的儿童，没有证件的儿童，只要父母其中一个人是 Warga Negara Malaysia， 就是马来西亚公民，跟你拿到类似村长的一些承认跟村长的确认之后呢，那么你就可以进入公立学校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了。这其实早在2009年，我们的教育总监就已经释出这样子的文告，说无证件小孩其实是可以上学的，而且是可以接受免费教育的。那重点在于，那其实重点就在于，到今年2017年，这篇刚刚那篇文告才重新被拿出来解释。那篇新闻的标题是说，为什么这8年来没有人知道这篇文告的存在？意思也就是说，原本2009年就可以上学的无国籍儿童，在这8年间，因为这篇文告没有被广泛宣传，没有被散播开来，所有原本可以上学的儿童完全被排除在外。那他们就被排除在外。那2017年这件事情重新被拿出来检讨之后呢，到目前为止，只有吉打州开始实行，就是跟随这个文告说无证件的儿童可以上学。目前为止，截稿目前为止只有吉达，不确定其他州有没有跟进。那第二点是马来西亚儿童权利状况里面，2013年的它第11页里面其实有提到取消延迟登记的登记出生证明的罚款。刚跟大家提到，我们要登记出生证明，并不是所有阶段都是免费的嘛。那其实在这篇权利状况报告里面，它其实有提到说，哦，我们今天已经取消了，所有都是免费的。就是代表说，不管你延迟登记或者是你迟登记出生证明都好，那都是免费的。那因为我们为了帮助经济困难或者是住在偏远地乡的家庭，所以已经全面实施这件事情了。但是其实至今在马来西亚国民登记局户政事务所的官网上面，其实还是一样存在的，就是说你的罚款，就是刚刚提到的一样要罚款，就是马币50令吉，然后你的处理的手续费一样是10令吉。还是要还的。那重点在于，那这项政策到底是权益报告那边出差错了，还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无中生有，还是到最后其实是有的，但却它不了了之了，就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那为此，我又打电话，从台湾打电话到马来西亚，就是国民登记局要询问，打到一个专员的电话，就是打到那边去。然后他其实一开始给我的回复是非常就是开心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好啊，我一定会回复你的问题，那你把你的问题呢都寄来这个 email 给我。我就说好，然后我就很开心，想说其实他们的处理态度也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慢嘛。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寄了一封 email 给他，然后到了一个礼拜之后还是没有回复，然后我又再寄了第二封礼貌性的询问，那依然没有回复。我又在接连几天，我又在打了相同的电话去，但一直都没人接。那到最后，因为我学校的一些事情，我到最后也没有再追究下去。但这件事情就有点不了了之，我没有再继续追踪下去。所以这个政策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其实目前为止网络上还是找不到任何资料的。那刚刚有提到非政府嘛，那其实非政府我这半年接触下来的状况是，其实他们对于政府行政跟政策上的运作是非常不熟悉的。因为我有打到非政府组织去实际询问，他说你们知不知道2009年的时候我们有一篇文告是说我们可以让无国籍小孩可以上学这件事情，他们其实并不清楚。
然后第二点，我有问他说，哎，那你知不知道在2013年有没有像有一个儿童权利状况报告里面说我们的出生登记已经是全免了？那你知不知道这项政策是有还是没有呢？还是你有没有相关资源可以介绍给我呢？那他们其实也不清楚。那可能的情况就会是 A 跟我说，那你去问看 B 好了。那 B 就说，哦，我们现在不负责这件事情了，你先去问 C。但是 C 就没回复我，打了电话也没有。那很多情况是这样子，很多情况是这样。而且其实你试图询问的时候，我还有试图询问到我一开始打电话到儿童之声的时候，儿童之声上面的官网的联络号码是空号，我怎么打都是空号。然后我寄信去问也是 email 也是空的，然后我写信去 FB 问也是空的。我大多是透过我朋友父亲的帮助才拿到这名儿童之声主席的联络方式，才顺利采访到他的。所以其实非政府组织单位，他们其实非政府跟非政府组织跟非政府组织之间其实不了解，非政府组织跟政府之间其实也不了解。他们其实整个运作上来，政府跟非政府组织之间其实是相当不成熟的，没有一个完整的机制去处理这一件事情，所以常常所有的事情这样子不了了之，所有的事情没有办法得到彻底的解决跟彻底的了解。那西马的状况是这样，那我不确定东马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我之前所接触到的西马的状况是这个样子的。东马其实有一个叫 BCAS 的组织，它是在开设让无国籍或无证件的孩童可以到里面去上课的一个学校，但是那个学校的运行比较不成熟，因为在沙巴州很就是执法人员很常去就是突袭检查，去逮捕一些没有证件的孩童。那其实这样看来，很多孩童只要一听到风声说，哦，最近会有人要做突袭检查，那他可能就会一两个礼拜都不敢去学校，那他可能就是逃到离家很远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学校他今天的运作其实是非常的困难。那一样也是在半岛电视台拍的那一部纪录片里面，大家就是可以看到说，其中有一个人他是在 BCAS 这个私立学校里面，然后他的表现很好，然后学校打算要派他到是雅加达嘛，就印尼一个蛮大的城市去做交流。然后他因为他是没有国籍也没有证件的孩童，那他过去印尼的方式居然是偷渡过去的，就是学校也没有办法让他选官方的合法的程序过去交流，他是自己偷渡。然后他还讲说他非常幸运，因为他这一艘船没有被突袭检查，那他后面那一艘船就是有无证件的公民被逮捕，然后还关了可能几年之类，就是交流又回来马来西亚，就也是蛮年2014年。然后其实资料的更新其实非常完整的一份报告，不只针对无国籍儿童，还有包括难民、原住民小孩，然后街童这一些在马来西亚所有的儿童去做出分类跟做出研究，就是2012年跟2013年只做了这两年就没了。然后后续的资料也找不到，然后官网上的资料更新非常慢，然后包括政府组织的，我刚刚要找那个时任总监阿里穆丁发出的那篇文稿，就是让无国籍儿童可以入学的那张文稿，也找了很久很久才找到。目前是这样。然后现在他跟大家讲一下无国籍小孩脉络跟台湾的相似之处。因为其实台湾之前就报道者也有做过一个专题，叫无国籍的移工小孩没有名字的孩子们这个专题。那其实文章这样看下来，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点其实是台湾跟大马无国籍小孩面临的一样的问题，或者是说无国籍小孩父母所面对的一样的问题，就是移工不能结婚生子这个条例在两国都是就是通用的。那这个东西在台湾当然也有非常多的公民组织在谈出为什么移工来你的国家工作就不能结婚生子呢。那第二个就是两国的国籍都是属人主义，就是即便在台湾出生，移工的小孩也不能取得台湾国的国籍。那报道者其中一段文字就有讲说，那个个案就是他们化名小星星，没有随同母亲回到印尼的话，他就会成为
台湾单方面认定是印尼籍，但实际上却是滞留台湾的无国籍小孩，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现象在台湾跟马来西亚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对，那刚刚有讲到，会有讲到说，如果今天有孩童，像是弃婴之类被放在福利组织门外，那马来西亚的做法可能就是一样要追寻对方的，就是孩童的生父生母是谁，才可以给他那个国籍，不然的话他一样只有出生证明。那台湾的做法其实也是一样。那接下来就是要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关注无国籍。我要请问一下哦，那个是不是有点误会啊？在台湾并没有说不能够结婚生子，也就是说在台湾我们的婚姻法的规定就是说我们是要有户籍的登记才能够有合法的婚姻。哦，我刚刚讲的是移工，如果是以就是移工以那个工作准证的身份来台湾的话，来台湾工作期间他们是不能生小孩的。对，但是他们结婚的话应该我国法律并没有这样的规定，而且他所谓的不能生小孩的话也是他们在这个合约上面的一个约定。对对对，那个不能结婚应该是我刚口误了，我刚刚要讲的是不能生小孩，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你不能够结婚，没有这样的一个我那个结婚应该是我口误，不好意思。那就是接下来要讲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无国籍小孩这件事情。就是无国籍小孩其实是一个国际的问题，他不管是在台湾、在马来西亚或者是在世界上任何的国家，其实都有无国籍的人口。那就我们之前看报道者的专题里面有一句话让我自己非常感同身受的，就是这样的小孩就算被杀掉也没有人会知道，因为连办死亡登记都不用啊。这是他们采访到的一个，就是一个受访对象所讲的一句话。这也是我们认为无国籍小孩他们之所以需要那么多关注跟媒体那么多报道的原因。然后，刚刚我讲那一部纪录片里面有一个老师，他自己也是无国籍小孩，后来他成功申请到了国籍。那他后来就讲说那一份证件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他没有这份文件的话，他的生命就好像结束了一样。对，那我看到这句话的反思就是证件对一个人在世界上的那个法人地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可是为什么各国的法律他必须要那么的没有弹性的去处理这件事情吧。刚刚我跟大家一直讲的那个纪录片，大家可能一直很好奇那个纪录片是什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了。那个纪录片是半岛电视台拍的20分钟的关于沙巴无国籍小孩的纪录片，然后采访的记者是一名马来西亚记者，然后我们截取了一些片段让大家就是看一下这样。Jeff Abbas grew up undocumented before he received his Malaysian passport through his mother's nationality.It was being very sad for me, because I can write, I can speak English like me, like this one. So when I try to find job, they cannot accept me because of my documents. I really thank God and to my mother with this arranging my, providing my passport. That is the end of my life in Malaysia. Every day, Jerry sees firsthand the fate of children trapped in poverty. There are business thing, gums, begging on the streets, especially the young ones. That is the life of the Bajoba. How this blue sniffing becomes such a big problem? They are very poor. They don't have enough.Food to eat, and by using of that clothes, so they can be feel luxury and they can sleep well. Glue is sold by the spoonful in plastic bags. Used bags are strewn on the ground everywhere. Jerry spots a group of kids and knows right away some of them are high. Lepas nganggam tengah kan, tak kepala. Nak kepala.
That one. M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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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mango? Gam-gam dia. Benar. Dah agak nak terus ya? Dah bilang. 50 sen, 50 sen. Kalau banyak satu ringgit. Kalau banyak satu ringgit. Kalau banyak satu ringgit, macam mana kamu rasa? Belu dah nak magam. Pagi tak kata tak belu dan tangkang. Oh, tenang, lupang kan. Siapa yang malu? Siap-siap ni. Parents, mama, bapa yang malu. Okay. Bang niak pas B, niak passport B, menanggam. Okay, benar. Promise. Hanya pas kau masih hidup. Promise, pro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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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rry knows words are cheap. The kids need to fill their stomachs. Yeah, that's why the our school provide them. 就是刚刚可以看到他们在吸那个强力胶，然后他们有讲到它的价钱，就是比较多一点的话就是1块马币，1块马币大概就是7块台币左右吧，所以他们就是吸的那个是非常的廉价也容易取得的一个毒品。它是2015年拍的。然后最后算是一个小总结，也是我们昨天讨论出来的这件事情。第一点是幸运跟不幸的一方。那其实这样子一连串讲下来，可能大家也记不清楚具体的哪一些政府的哪一些问题，或是非政府组织单位的哪一些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就是因为今天可能政府行政上面的一个漏洞，或者是没有意愿想要去解决这些事情，导致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应该不能说双重，而是有多重标准。当你具有多重标准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难制定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或者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去解决这些事情。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就会有所谓像阿信这样幸运的一方，他钻到漏洞了，但是其实另一方其实没有得到这些好处，然后继续被排斥在外，然后继续过着这样子没有被看见的生活。那第二点，其实刚刚一直在讲政府跟非政府组织单位的一些问题，但我觉得另外一点，我觉得重点是我们大马人民怎么去看待这一件事情。因为在马来西亚社会上面的一些应该说我原本希望无国籍小孩这个议题可以让马来西亚真正被看见的话，我最初的想法是我这篇文章除了要把它写成中文，我也把它翻译成英文了。那我一直在想我也要把它翻译成马来文，然后我要去马来文的报章投稿，那这样子才能真正触及到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那至少这是马来西亚主流，还不包括可能更偏远地区的人。那这是我觉得我目前所能做到的。那我把它翻译成马来文、英文，然后投稿到当今大马的时候，其实看到下面的留言，就会有人去把这些问题归结到种族议题上面。但其实无国籍小孩不局限于华人，他马来人、印度人、原住民都在碰到这些问题，但这他们是没有意识的。那第二点是，他们会觉得说，还有人在下面留言说，那我的小孩连公立学校都进不了了，你还要我让开放让无国籍小孩进来学校，怎么可能？那其实他们也没意识到，这是政府单位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措施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反而把这些错怪罪在另一个受害者身上。然后大马人民怎么去想这些事情，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当我们对这件事情有意识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就是扮演一个真正监督的角色，不是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归结在政府或者是非政府组织单位身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些微的责任要去关注这些社会议题。那当然可能不止无国籍小孩这件事情上面。那第三点也是我们昨天讨论到的，其实无国籍议题是全球性的议题，它不止在马来西亚，台湾也有，就是世界各地都有。但是其实我们背后一直在忽略的，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所谓人的价值。那国家跟政府其实都是人定义出来的，那某个共同点大家都是人，但是我们却被我们自己定义出来的国家、国籍这些东西去把人一个一个划分起来，把人一个一个框架起来，把我们认为我们所不对的东西全部就是排除在外。但其实身为人，他其实应该还是要有他的所谓的权利，他的受教育的权利，他生病了可以看医生，他工作的这些权利是不应该被剥夺。但我们一直在被国家、被国籍这些东西
认为说，因为他不是这个国家国籍的人，所以他不能做这些事情。当然这件事情要实行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但至少我们有没有去想到这些问题，或者是去意识到这些事情。那第四点恐攻就是恐惧，恐惧，就是遣返之后，就是刚遣返之后，主要是谈到沙巴移民那一代。那其实对于这些无国籍小孩来说，他们出生就是出生在东马这边，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的家。所以即便马来西亚政府想尽办法帮他们送进菲律宾，他们还是想尽办法会回来东马。所以这个问题还是会这样子一直循环不断，然后一代、二代、三代一直这样子循环下去。那又要谈到那个儿童之声的那个主席，他也有谈到，当你去跟这些无国籍小孩接触之后，他们会跟你说，他们想要当医生，他们想要当律师，他们想要当老师，他们想要当法官，因为这样子就可以让所有无国籍人士都拥有大马公民的身份。但那名就是这个主席也说，但你知道很难，你不能跟他们讲很难，因为他们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受教育，他们可能甚至连一加一是什么，三乘四是什么，他们都不懂。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他们怎么成为医生，他们怎么成为律师，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他们有这个梦想，但这个梦想距他们无限遥远，是无限遥远。所以要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还需要一个很长远很长远的一个时间。你有要补充？就刚刚讲到，除了政府跟非政府组织之外，大马人民怎么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人民是可以带动舆论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人民的普遍大众的声音是，他们其实是非常的排外，就是当大家意识到无国籍小孩的存在的时候，大家不会想说他们为什么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大家不会想说为什么他们没有跟我们公民一样的医疗福利的权利，为什么他们没有工作的权利？大家只会害怕说他们来跟我们抢教育的权利，大家害怕说他们来跟我们抢工作的权利。但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觉得政府跟人民的看法其实是互相的。当人民都那么的排外，那么的觉得说我们要推开无国籍小孩这个族群的时候，政府理所当然的就可以把这个议题就是去掩盖起来，他尽量的不去提，或者是他甚至可以用一些手段去可能不人道的对付这一群孩子，那我们人民也不会去关心他们。就是普遍的民意如果不在那里的话，要起到监督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政府跟人民一个双向的一个对话吧，我觉得。那大家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先到这边，那大家有问题可以提，谢谢。那我就是刚前面在政府那边有提到，就是蛮多联邦宪法、伊斯兰法，然后还有就是儿童权益报告嘛，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有个部长2007年还是2009年提出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在我认知里面，宪法应该是最高的，就任何提出宪法的东西都应该就透过宪法法庭或是一些解释去解决那些抵触宪法的法律。那你刚刚提到那些，就是哪一个是真正就是马来西亚政府现在在实行或是在执行的？因为刚刚有一些像那个什么报告说，那个应该是非官方的吗？还是那是官方的？非官方。所以是。宪法依然是马来西亚的最高宪法，就是。你刚刚讲的没错，就是所有跟宪法相抵触的地方法条或是条文，甚至伊斯兰法，它应该都要就是臣服于宪法这个东西的。可是实际上实行上并没有，是因为没有相关的团体或是法界人士去提起这个告诉，或是要求宪法解释之类的。因为比如说像伊斯兰法，它如果规定说13岁。就等于成年，但这不就跟联邦宪法是违背的吗？所以目前没有人在
其实我有试着要在网上找寻这样子的资料，但是其实因为我没有问过那个看了那个马来西亚儿童权利状况报告书，那个是非官方的文件，然后它是马来西亚儿童权利联盟，然后底下好几个非政府组织组织起来一起做的，花了2年时间做了一份报告。那里面其实有提到联邦宪法其实跟儿童权利公约里面其实有一些相抵触的地方，但是政府有说他们要去就是修改，可能就是去修法跟修订，然后让就是它符合这一就是不会有相抵触的问题。但是2012年提出之忘了是第几年提出，但是到最后又是不了了之。而且其实如果今天要去提伊斯兰刑事法，要去修改儿童年龄的定义，然后让它符合马来西亚联邦宪法，其实这个东西我自己现在认为这在马来西亚应该会引起很大的保守团体或者是宗教团体的一些反对吗？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马来西亚的民间还是像尤其是穆斯林是非常遵循伊斯兰刑事法的。所以马来西亚现在的状况就是民众们还是比较多是偏向伊斯兰的法律或是习惯的，就是应该说就是他当面对宪法跟伊斯兰法，他会蛮明显就是会去遵从伊斯兰法的。不是，伊斯兰刑事法是指的权利上只对穆斯林有效。可是因为马来西亚是三大种族，然后穆斯林占马来人占了70%，然后大部分的马来人生下来就是穆斯林。当然现在那个更换宗教的法已经通过了，但是其实大部分我相信有99%的马来人都是穆斯林，那他们就占了70%。那华人人口其实占20%，然后接下来10%是印度人，然后移工跟其他少数原住民。对，所以如果以整体社会来讲的话，遵循伊斯兰宪法的民众当然是比较多的。哦，然后还有那个刚刚那个儿童权利公约，那个是国际条合约。国际公约。那他现在在马来西亚的地位是当国内法在看待吗？还是因为刚马来西亚政，你说马来西亚政府就是就想要去，所以他看待这儿童权利公约是当作国内法的地位来看待吗？还是应该说马来西亚成为签署国之后，他就理应有权利跟有义务去履行他身为缔约国的责任，去遵守这个国际公约里面的条规跟它里面的每一项条文，但马来西亚没有。而且刚刚有提到5个条文是采取保留态度，那保留态度的话，你在签的时候你没有签一个肯定的态度，那你就是有权利不去履行那一些你保留的条文。而且其实针对就是没有保留的东西，像是可能儿童权利公约里面其中一项有提到说，就是让这些小孩有就是获得就是医疗教育的福利，但是其实一样还是没有，就是你要去看医生的话你一样要有公民权，就是所有的保护范围还是仅限于大马有公民权的儿童。应该说他就是没有善尽他身为缔约国的一个责任。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你刚才有提到你有把你的文章PO到那个，反正他你后面有提到说他们后面会归咎在种族这件事情上面，可以多谈一下这部分。因为是因为无国籍小孩的人数比较多是华人小孩吗？还是怎么样？还有就是因为最前面有一份非官方的估计，如果已经人数到100到150万，我记得大马人的国民人数跟台湾差不多，应该2000多、2300万。目前最新数据是大概3000万，其实也相差不远。那几乎已经是一个国家10分之1到20分之1人口，那会这么不被重视？你们可以照你们在大马生活的经验看一下，是不是？这跟我前面讲是种族有关，还是社会的风气？因为在台湾，因为像这几年一直蓬勃在进行的新住民的法条，其实新住民台湾也大概就50到60万人，在2000多万人比起来，比例其实是更低，但是它却这样发展的，我觉得会不会是跟两边的对民主的看法？大的差距，我想照你就你的经验来分享一下。先回答第一个种族的问题。那其实下面那篇留言的话，他会是说他觉得
他们会归咎到一些，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归咎，但是他到最后又归咎到一些很久远时代的东西，像是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归结到就是什么共产党的问题。这因为我过后没有细看，然后我看得很生气，我就快速跳过。对不起，我不负责任，我不负责任，对不起。但是因为，但是从他们的留言上面可以看起来是他们其实没有去理清这些问题，其实不限于就是可能华人会面对的问题。他们可能看了之后，他们觉得说，哦，难民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这么好心，你要让这些难民都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怎么可能？那你要让这些沙巴的非法移民成为我们的公民，怎么可能？下面有一句讲说，你要做慈善，就在家里做这些问题。然后讲到种族，他们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说，其实你们马来人或者是华人每一个民族都在面对这样子的问题，而是觉得说，哦，你们华人就是要争取公民权啊，还是怎样？但你们自己当初又不，就是自己不要犯错，这样这一些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你知道我帮你记得吗？就是马来西亚还有一个原因是语言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去看网民的留言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分成三个部分，就是马来文留言、英文留言跟华文留言可能都不太一样，就是风向可能都不太一样。那大家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关注过前两年的有一则新闻，就是说缅甸罗兴亚问题刚刚被国际所大幅度看到的时候，是有一艘船漂流在印尼跟马来西亚的海域之间，然后已经不知道一个月了吧，然后船上已经有非常多人就是死掉，然后就直接丢进海里了。然后当时很多人就呼吁说，为什么印尼跟马来西亚政府没有去处理这件事情，就是国际上会有一些强国在质疑这件事。后来马来西亚跟印尼就真的是联手，就是让就是救下这一批人，然后这一批人后来就是住在马来西亚的难民中心里面。当时这一则新闻抛出来过后，因为我是看中文报，所以我只能反映说，中文世界的网民的留言就是都在谴责政府救下了这一批人。对，因为马来西亚民生问题其实并没有受到非常好的解决，虽然说我们不是什么非常贫穷的国家，但是贫富差距让非常多人会就产生一种就排外的心理，他觉得我的生活都已经没有那么好了，我为什么要把我纳税人的钱去花在你们这些难民身上？这种心态就怎么说呢？追根究底，虽然还是教育的问题，但是我觉得非常多的社会问题都是环环相扣的。那社会风气如果是连救援难民都是这样的风向一面倒的谴责政府的话，那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加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执政党，我们是一个虽然是民主国家，但是从来没有政党轮替过。那现在的首相纳吉大也知道 ，ENDB 就是贪污案闹得非常的大，所以非常多人对他是有非常深的成见跟不满的。所以他做的一切的事情，其实都会被谴责。像是他之前就有公开去声援缅甸罗兴亚的难民，觉得应该要给他们权益啊，因为他们也是穆斯林。那这个东西就会引起非穆斯林的不满，即便他其实是他这个行为，不管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他其实都是一个，就是他的行为最后其实是在支持人权跟人道主义这件事情。但是非常多的我看到的中文的网民还是非常的不满，就觉得说你就是只是支持，就是想要支持你的穆斯林族群而已，就是把利益都给他们，然后把钱都捐给外国人啊什么的，然后我们你没有照顾到我们国内的人民的权利之类。然后我补充一下，其实像你刚刚讲，如果人数这样多，政府其实不是没有做事，他还是有做事的。像刚刚我们提到说，一些联邦宪法的法令，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有效帮助这些人，只是重点在于政府要不要做，跟今天政府做到的程度到哪里。那像是其实政府其实也有派一些流动的登记的服务台到就是沙巴跟沙老越，就是流动登记，让这一些非法移民跟难民可以登记。但是其实很大的，但是它的覆盖率依然不广，就是还是会有这些问题存在，它还是有做事情。那只是在于它今天到底尽力了没有，它今天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尽可能的做到最好，这件事情还是有待质疑的。因为像是他可能像是沙巴的话，他可能菲律宾跟印尼的那个
非法移民很多，所以但是在沙巴跟沙劳越，印尼领事馆跟菲律宾领事馆，我如果没记错，应该只有一家，各只有一家，非常非常的少。那这在对于沙巴跟沙劳越的这些民众非法移民来说，他们要到这些地方登记他们的孩子的出生证明，就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所以只是第一点，你的政府如果今天派了流动的这些服务台到这些地方工作到服务的话，他有没有尽了他自己本身的权利的最大程度的努力。那第二点是因为国家跟国家之间其实到底有没有在协调这件事情，我们还是不清楚的。像是如果你知道在我们的沙巴滞留了那么多菲律宾跟印尼你们国家的人，那我们的国家理所当然应该其实是主动去找菲律宾跟印尼的政府之间去协调处理这些事情的，但是其实目前看来是没有的，不知道未来有没有，目前看来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看政府，就是你要不要虎头蛇尾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就是可以说明啊，所以会不会是你们就是马来西亚的监，因为政府的执行率很多时候可能是取决于监督单位的强度，那可以说明一下，因为大马我知道好像是内阁制嘛，所以会不会简单讲就是我好奇的是，这方面东西是有持久议员在提出，还是它一直是一个台面下无法浮到台面上正式进行争取的议题？其实有议员一直在提出这件事情，像是沙巴的一些议员，他也有一直在争取这些沙巴儿童的权益。但是其实到目前看来，因为我一直在划那些报，就是一直看那些报章，其实都会有议员去提出这些事情，也会有议员长期在关注这些无国籍小孩的问题。但是其实他能引起的关注度依然不是很高，因为真正可能去关心这些议题的议员其实不多，其实不多。而且其实，有一名议员他是就是在野党的，他其实有在长期关注无国籍小孩的议题，他之后也有拍了一系列，应该是请人拍无国籍小孩的一些案例的一些影片。但是其实你下面就可以看到，他们就会去质疑他说，你是不是因为为了人民的选票，或者是去质疑他说，我们现在连自己的人民都顾不好了，你还去争取外面的人的权益，就是还是会有这些问题产生。那监督的话，议员这方面可能人数已经就是关注的议员本身就不多，然后刚讲的非政府组织其实对政府的这些政策这些东西其实不了解，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个系统看起来我们其实还在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2013年的时候，沙巴州有一个议员曾经提出说，他希望就是可以就是上诉到一个就是把发一个叫居留准证的东西给滞留在沙巴的无国籍小孩。那居留准证它不是身份证，它也不能代表出生证明，它就只是一个让小孩可以顺利的就学、顺利的取得工作证的一个准证，那就是一个新的东西。可是2013年过后就没有再有看到后续的下文，就是曾经有人想到一个可能比较折中的解决方式，但是最后还是没有继续下去。算是别的题目，我很好奇现在马来西亚对于移工跟非法移工在这两个就是可能群体上的话态度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因为我今天来的路上的时候有遇过，我 看一些文章，他提到就可能就是像现在马来西亚有那种印尼籍或者是菲律宾籍那种移工是在那边工作，那整体上来讲的话，这些人就是马来西亚会非常的敌视吗？还是说他们其实当然也是就是默许他们存在这个里面，就是可能活动而没有想要去处理这些可能就是打工或非法打工的状况？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也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我在马来西亚居住的附近其实有很多大工厂，然后工厂里面其实如果一走进去工厂里面，你会发现真正马来西亚人应该在里面，在工厂里面是做那种很制式化的员工，不会超过10个，基本上都会是所谓的移工。那他们是不是合法的？这点我就不会，就我不会去知道说是可能是这一群人是合法，这群人是不合法的。那对于政府单位的话，其实，在我的那个城镇，就
就是不太会很常有就是警察去查询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警察去查的话，他真的一大批人不见的话，那工厂就不能营运，不能营运的话，整个社会的体制就会中断。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政府组织现在有时候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很明显，就是一到那个，就是像台湾不是也有什么朝九晚五嘛，那他们也有下班时间，你就看到下班时间就会一堆，你很明显就知道他不是马来西亚人的人，就是成群结队的一起去买菜，然后回到住宿的地方，然后去就是去吃啊，或者去主食这些。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自己国家的现象，因为在马来西亚其实你要找到非法移工太简单，就是但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说为什么这么简单，因为我也没有请过，所以但是据我所知，这些非法移民会这么受欢迎，其实因为他们的要求很简单，而且他们的工钱很便宜。那对于马来西亚自己，是像我们自己就不会再找工厂打工，因为可能我们会更想要就是按照工时，像台湾也有那个最低打工的那个时薪，这样子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可是对于他们来说不需要，我就是只要有钱。而且在马来西亚的币值跟他们国家比起来，我们币值也是很大的，所以即使他们一个小时只可以拿到台币十块钱，他们还是会觉得很多。所以这非法移民进入马来西亚的管道很多，也很容易。所以这也就造就了刚刚那位先生提出，为什么这么马来西亚的非法移民这么多，可是却没有人去正视这个问题的原因。这是我自己的猜测。然后也是因为非法移民的关系，然后所以他们就生子的话，他们也会害怕自己会被抓，所以就没有去登记，所以就造成这个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严重。然后刚刚还有说到一个父母，就是在马来西亚认定父母这个问题，就是要可能婚姻合法化，我才可以认定说你的孩子是不是大马公民。我觉得这可能跟伊斯兰教法有关系，因为伊斯兰教法其实不允许婚前性行为，所以在你没有拿到合法婚姻的那张证件之前，你就发生性行为，然后还生下了孩子的话，在马来西亚其实他不会算被承认，这也是可能一种可能。但我觉得以我们自己身边现在目前的环境的话，人民会有一些反对，或者是不想要去支持政府，或者是各个组织做一些就是保护非法移民的，还有一个关系是，不是非法移民，无国籍小孩的原因，是因为在马来西亚很多犯罪的嫌疑犯甚至是犯人都是非法移民，所以可能我觉得在主观上大家可能都还是会有点歧视上的问题存在。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有点忘记它叫什么，就是那种爱护动物的组织。因为其实在马来西亚很多流浪狗跟流浪猫，但也有很多人想要去领养他们，但往往他们会那些很多流浪狗、流浪猫在没有被组织带走的情况底下，就会被杀掉吃掉。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因为一些习俗上的关系，所以导致我们对于非法移民的一些问题会有一些排斥感，甚至是像我们自己身边很多在马来西亚生活的朋友，可能还是会比较重视就是关于贪污的案件，或者是一些有关于马来西亚的财政上面的问题，反而不会去正式面对就是所谓的非法移民或者是无国籍小孩的原因吧。这是我目前归纳出来的，希望可以对你们帮助，谢谢。谢谢。我补充一下，就是移工在马来西亚工作的一些情况，因为我之前有一个马来西亚朋友，就是他在台湾，然后他有在相关马来西亚的移工组织那边服务过，然后他有跟我分享一些事情。那就是其中有一个移工是他跟我分享的例子，是其中有一个移工是在马来西亚也工作过的，然后到最后反而选择，他觉得在台湾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反而觉得更安全、更亲切。原因是因为其实台湾一直以来，我觉得相比起马来西亚，社会上对于人的关怀是远远超出马来西亚的。我们关心
尤其是近年来我们关心这个移工，他受到户主的对待是怎样，他们在马来西亚在台湾的生活权益是怎么样，是有相关组织，然后年轻人跟社会上对这个议题其实是有一定的意识，跟其实对这些议题是有一定的熟悉度的。但是这样子的讨论在马来西亚其实还没形成，就是大家的讨论度还是很低的。所以即便这名印尼的移工他是穆斯林，相对来说他在马来西亚的生活环境应该对他来说更方便，因为有清真食物，因为这些事情对他来说更加方便。那他反正觉得他在马来西亚其实不管受到怎么样的对待，他没有管道，他没有任何的管道可以去申诉，或者是没有一个管道可以去求助。相比起台湾，他觉得台湾即便他可能要学中文很难，即便没有清真食物很难，即便沟通很难，但是他还是很愿意去学还是怎样，因为这边有一个环境是可以让他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个管道可以去申诉的原因。目前是这样。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就是之前六月的时候是开斋节，然后开斋节的时候我曾经有写过一个，就是可能类似那种就是希望台湾的雇主可以好好的就是善待穆斯林，结果那时候我发现写完之后涌入了大批的大马朋友在下面留言说这是什么大爱，这是左交，然后这个是什么一些白痴举动，然后哪一天就我们就会被穆斯林给侵略什么之类的这种状况。那我很好奇，那像在用马来文跟英文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语汇，就是指责对方是什么大爱派左交那种，就是可能就是觉得你这种就是没有脑的就这种善心人士那样状况吗？也是就是这样，非常的大家非常的喜欢用这些词句去对人家做攻击这样。应该说我觉得跟马来西亚的法律制度有关系，因为我们联邦宪法里面是有马来人优先权这一个条例的，就是不管在教育的配额、在经济的配额、在买房或是一些其他的社会福利上面，其实都有明定说马来人是优先的。那我觉得，对，就穆斯林是优先的，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那叫土著优先权，就是不管他是不是穆斯林，包括原住民，他信仰其他宗教的土著，但包含马来人在内，他就是有一个法律去保障他们的权益。那我觉得这个法律对非穆斯林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冲击，因为我们从出生开始就会不断的可能家庭教育什么的，就会跟你家长就会跟我们讲说，哦，就是他们就是会有比我们更多的权利，他们可能不用那么努力的去考试，他们就可以考上公立大学。那我们可能考了全科都是 A 加，那我们可能也上不到公立大学你想要的科系。那我觉得这种隐含的社会的一个紧张跟冲突跟对立，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没有去表现出来，我们还是很喜欢吃马来人的食物，还是很喜欢吃印度人的食物，可能马来人也会有一些人很喜欢吃华人的食物等等，但是在这些日常生活中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它都隐隐表现在这些议题上。就是当有人去倡导说，哦，我们要关心穆斯林的权益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已经有够多的权益，我们不用再关心。对，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反弹。刚有人说什么？接他，然后
去当。医生他还是会帮他哥忙的，就是在第一线的人，其实他们还是不会不至于那么的海外而没有同情心，就是其实就是哥哥忙场，然后他是政府医院的话，他其实也会帮他哥忙场，你即使知道这样这是假的，或是他们也不至于真的没有地方，没有病床，就是甚至他们有时候会病好了自己逃走。不然他不能办出院，出院的时候要付钱，可是他没有钱。医生他们也会怎么讲，跟病人逃走就算了，不会去追这样子，因为他们知道他是没有钱的。所以其实第一线的医疗工作者，可能他们还是有一些这样子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空间，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是有的，虽然不知道真的太好还是坏，他没有制度化，但是人其实会有这样行为。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 Rainbow of Love 在巴图特，他们其实。我不知道成立多久，可是他们其实是有接受公共的捐款在维持一个学校，然后有接受就是志工的老师，没有给薪水，然后再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如果我觉得，如果我们知道那些社群在哪里，可以把这些资源引介给这些社群的人。可是我们现在是因为不知道他在哪里，然后对他有一些想象，然后从一些特例去解读他们，其实这样子可能。投稿是一个方法，但是投稿是比较像是对其他马来西亚公民在倡议这件事情，可是真正把资源引介到他们身上，我觉得可能是可以做的。就想说现在可以分享有这样子的地方，如果你们真的之后有遇到这样子的孩子需要这样子的资源，虽然制度上现在没有办法马上让他进公立的学校，但是他可以有这样的选择。然后其实也不是真的不能看医生，还是可以鼓励他去试试看，搞不好是可以。我复议一下，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因为你们现在的政府不太适合用正式的管道去推动，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就是所谓的地下的或者是民间的这样的一个流动，其实是更适合的。就好像台湾，其实台湾有戒严时期，在戒严时期的时候，人民是怎么样知道一些民主的事情？我们也是用地下的管道，所以其实我觉得。不需要花很多力气去 push 你的那个证，因为事实上是没有什么用处。我倒觉得说，像这样子民间的交流，或者是私底下的一些人的善意，其实这样汇集起来也是很漂亮的。谢谢你们，也谢谢你刚刚跟我分享的那个案例。然后其实我写的，我不是要去，我不期望它会带来什么改变，因为我不可能有办法去做成这件事情，我的力量太小。我去想的事情是，我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我知道它不是马上做出改变，但至少先让马来西亚的人民，至少可能有看到这份报章的人，或者是有看到这篇新闻的人，稍微了解一下，就这样而已。就是我没有期望说它一出来就会做出什么改变。那第二点是，你刚刚有提到的这些，地下的这些。的东西，其实，在槟城，它其实也有成立一些政府，也有成立一些就是小组，专门去解决这一些问题。然后你刚刚说的罗兴亚难民的学校，我其实也有看过这样子的资料，但我那时候又一直在考虑，说我到底要不要去主动联络他们。到最后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光是处理阿青这个案例，我对我来讲有点复杂了。因为而且我如果过后还要跟大家讲说有这些状况，我觉得资料太硬，然后太多，我没有办法。同时间处理这件事情，如果罗兴亚，那可能就是要另外再开一个议题了，就是另外再开一篇专题报道了。因为，罗兴亚的学校里面有罗兴亚的学校，我也知道他们有自己自成的一区，在吉隆坡那边那一带也有。所以其实如果要做，那会是也是另外一篇蛮大的专题这样。我们之前其实也是有谈过关于你刚刚讲的那个学校，可是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们还没有真的非常的了解说，因为罗兴亚的族群问题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那他们在马来西亚的地位跟他们在缅甸的地位等等其实也非常复杂，那如果我们没有真的非常非常的去理清那个脉络，就无国籍小孩这一点去采访的话，我自己会担心会沦为消费的一种，那更何况我们就是要走进他们的生活，那因为他们这一群人在马来西亚的争议其实很大，那我们这样走进去过后，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好的，甚至是那个组织
曝光过后会带来的后续效应，其实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去掌握。就当然我们也无论什么时候做报道，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掌握到后续的效应。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都还没有非常的有把握的话，去做这件事情，我们自己会觉得蛮危险的。应该说，我这篇报道充其量就只能把无国籍小孩的一些脉络跟资料补起来而已。其实更多更深入的报道，应该还要在多方面的去研究，因为毕竟阿庆这个例子不能涵盖所有的无国籍小孩，因为其他无国籍小孩其实他们的处境，像是当光是西马跟沙巴就差很远，所以就只能概括性的、非常普遍的去概括这个层面。那其实我澄清一下，我不是说那个留言底下全部都是反对声浪一片，还是会有马来西亚人非常去关心这些议题的，然后他们也有去想说我们应该要好好关注这一些人，要去正视这一些问题，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人存在的，绝对是有的。对啊，不好意思啊，我觉得你们很用心的做了这个报道，不过我真的必须要指出来，就是阿庆的案件是一个很不好的案子，就是说其实他不是无国籍，是以国籍法上来讲的话，他是有国籍的。真正的无国籍是完全没有办法认定他有任何的国籍，那个才叫无国籍。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你们必须要分清楚什么叫国籍不明，什么叫无国籍，或者是他有国籍，但是他是没有去登记的。像阿庆就是最后这一种。他是有国籍的，至少他生母是很确定的，生父也很确定。那至于说政府怎么样承认，那个是认定上的，但是以整个法律上的定义来讲，他是有国籍，他不能叫无国籍。他们家每一个小孩都是有国籍，真正无国籍是完全没有办法从他的任何血缘跟他本身的身份上去认定。那或者是你刚看到的那个宪法上面的那个条款，它这是完全没有办法认定的。之后马来西亚的宪法是有规定说这样的他就可以取得马来西亚国籍，他利用这条款，只不过是这个宪法的这个条文它被适用的范围上，它是怎么样的在行政的作业上它怎么样被限定的，是这样的一个讨论。所以我是建议呢，如果说你要在做深入的报道的时候，那个法律上的层面肯定要再做比较仔细的。谢谢。因为当初在写阿庆这个，我也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示范，因为我觉得光是钻漏洞这件事情，我自己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去写，所以而且我又不能去暴露他们的身份还是怎样，然后当时候我只能写的方式是我尽量去往在政府的这个政策底下下面就会有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人是幸运的人，然后有人是不幸运的人，我写的方向只能是尽量往这方面去写。那我也知道阿庆他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那是因为是我自己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寒假回去决定要做，然后真的是找不到案例，那我希望可以用阿庆这个例子，至少是比较生活化的例子去跟大家讲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我找不到案例，然后我时间留在马来西亚的时间也太仓促，所以到最后变成我可能就是没有就是好好去理解这个案例之前便决定我要采访他了。对，这是我自己当初在采访的时候没有做好的一个功课。那你们可以其实采访不只是律师啊，马来西亚应该有相关的法律学者，尤其是宪法的专家，你要去请教他们这样。还有什么？大家还有什么东西想分享的？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马人民可能对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会那么排外来，就是讲解一下一些情况。就是像刚刚你也有讲到，可能就是有一些就是大多是不同国籍的，那生活习惯不同样。像可能有一些国家他们会习惯吃一些猫狗，那所以他们就抓一些流浪猫狗来吃，这其中一个案例。那所以就会相对来说，在附近的居民，他们就会有些。
说我们自己没有遭遇到他们的毒手，好了，这样说。可是就是我们就是会去，可能说的就会去放大，所以就会普遍大众觉得就是有一个偏见。可是这个偏见其实在大部分的人的观念里面，他不会觉得说，哎，自己有歧视的这个观念。就很像有一次我在跟台湾的同学讲到马来西亚的治安的问题，我就说可能就是有看到一些外籍劳工他们聚集地方，感觉要稍微避开，他就直接说，所以你这样是歧视的。可是我自己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情况。那在台湾的环境来说的话，大家对外籍劳工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偏见，因为像我们自己马来西亚来这里工作的话，我们也算是外籍劳工，所以我可以感觉到我们在台湾的话，只能说我们是外籍劳工，可是，在马来西亚那些可能孟加拉或者是印尼来的，他们也其实一样是外籍劳工，可是他们是遭受到大部分环境的人的歧视，可是，在台湾的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舒服的，所以像是无国籍小孩的问题，下面有人留言就是很排外的原因，他们因为像是无国籍小孩的问题比较复杂，如果你是看完这些所有的故事，你一定会产生一些同情心，比如说他们出生就不是他们可以选择，所以你会觉得应该要帮他们。可是下面那些有一些人留言，他们可能完全也不了解这些无国籍小孩或者是外籍人工的条件，所以他们也就会觉得说他们就是外劳，为什么要这么帮助他们？所以我觉得像慧怡他们的做法，就是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虽然不是直接的去提供资源，但是至少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可能以后我可能会可能就遇到身边有相关的，可能就他真的就是无国籍或者是没有身份证的人，我可以就提供他我知道的事情。相对来讲，更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会是比较好的，就是你知道之后你可以去帮助。所以现在就是先去扩散，他可能就是要有一个顺序。大家还有问题吗？那如果有的话，我们今天9:20已经超过。那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来，谢谢大家给的建议跟分享，谢谢。